把场景变得做一些小变化，做到的是能够在视频再高一点，好的答案呢，我可以随便选上几张就好了，比如说就两期就好了，我忘记了，所以被我写好，然后我就把它放进来，啊，最多三张，那三张我就说啊，我现在三张图啊，稍微小一点，而且你可以编号，这个编号啊，大概编，然后三张，那三张我可以继续把它变成记忆点，啊，对，就这个差距看上去差了，然后呢，然后随便就一张，然后三张，然后随便一张，然后三张，要练习一下三张图啊，我随便做了一张记录，这两张用，选择记录，啊，另外一个用，好，再记录三张，好，再做出来之后，用记录，记录中间，它是用按一下，这样就写，这个要用，对不对？比如说第一个记录的话，第二个记录的话，第三个记录的话，啊，这些再选选一次可以，好，再重新一遍，好，再重新一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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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重好，这样这个来，继续画，就这张，按照特别这样定格的，对吧？不错 ，OK， 好，再往右，好，再往右，你开始看，你再按一下，啊，同学，好，这是你后面，右后面还是按一下，啊，右不是画，啊，右是对，再往右，再往右按一下，同学 ，OK， 然后做完，好，就结束。好，现在我来说一次，当当初我被放出来，可以再调出来，我来，我先讲说，这张地方会变小，对，当然我在三张里面的效果不好，再说啊，第一张到第二张的时候，变化变小，第二张、第三张变化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比如说呢，刚才呢，在切换，刚才一张图片的那块地方在动画上，在动画地方，但是每一张后面的切换就要到切换的，对吧？比如第一张我希望从上去，这张上去，对吧？第二张我希望是这边地方 ，OK， 第三张我想什么呢？我想你做完每张看效果，做完接下来你再做一张，做完后面这地方按滑鼠环境，我不一定按滑鼠这个不重要，那我就每个步骤再滑下一张，所以要每条，比如说每个步骤再滑下一张，可以这样，不要滑鼠环境，是吧？这个地方不要滑下一张，你再不要滑鼠环境，一样地方，这个不要，好，来看啊，环境，这是这个地方，不用看滑鼠，这里是这个地方，这里是这个地方，来看啊，你要再滑鼠，那，哎，这个，好，那这个地方是第一。